害我刚刚跌倒。因为你是意义战士嘛。嗯。没有跌倒的人，有跌倒的人真不行拿奖杯哦。嗯，那个是角度，那是你的滑步车。嗯，哦，跌倒了，差一点点就跌倒了，滑步车。好，你看，我都会滑。是。滑步滑滑滑，你怎么都会滑？对啊，我没有学过。嗯，你跟谁学的？我跟正常比赛去比赛的人才会。才会啊。对，正常比赛的人。那你如果穿鞋子是不是比较不会滑倒？嗯。你穿那个鞋子比较好，比较不会太滑了。嗯。我不要。你要这样啊？哇，还这样子溜一边哦。嗯，你在学何嘉玲啊？嗯。咻，噔噔噔噔，哦，还用脚刹车哎。